今天是姜葱炒蟹。前面打雷，要不然我跑去买菜了，怕被劈了。你喝的是酒味吗？这哪里是哪里果汁的？这个是甜的还是酸的？天哪！不甜也不酸，就很适合。这冬葵树在石溪呀、啊，全部那些冬葵树都是跟那些树嫁接出去的，就是第一代祖宗啊，你知道吗？你看我这里还有那么多，有这么好喝？我没说不好喝，就是没有说特别，觉得特别啊。特别喜欢，我就是想喝冰的。对不起，我还跟你们来干杯，干杯。说明这个新房把你上台湾了。
他不敢说他的，我老公老是骂他。